上来吗？听一下吧，没事。那打有多可怕吗？不是，我是送分好过送命啊，这个。你送命啊，你这姐，直接演吧，你直接演。我要回家了。啊，走吧，拜。啊，走吧，拜。啊？结束了？哦，没了。走吧。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。现在男生都那么酷吗？那我们再来讲一下，如果可以跟一位同学交换人生的话，想跟班上哪位同学交换？都没换，应该都不换了呀。换了，我换了，我换了，换了，我也换了。我换的徐明浩，因为交换人生就是要完全不一样，我们俩完全就是不一样。皮哥，我写的肯定不是我，不想我爱我自己。啊、不换是吧？不给你换。文俊辉是换了吗？我选的宝强同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爸不喜欢看那个啊，因为你爸、啊、都不是你了，都是你爸那辈儿了。交换以后回去给爸看。你帮你爸选吗？我觉得你这个儿子特别好，真的、啊、真的吗？谢谢。你爸有你这样的儿子太优秀了。OK， 知道吧？抱一个，替我爸抱一个。最佳儿子奖。对对对对，你爸非常有眼光，非常有品味啊。哇！哦，有饭！哇哦！坐吧坐吧，大家坐，让我为大家点燃篝火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哇哦！太好了，篝火晚会。阿雷雷阿雷雷阿雷阿雷雷哇哦阿雷阿雷雷哇啊快吃吧，那我们就吃了，开吃啊。你要吃啥？我想喝汤。这个好好吃啊，这个羊对吧？嗯，这篝火快燃太大了吧，不烤个全羊都有点不好意思啊。可以，没事没事，不是我们点的，玩火不尿床。我还尿床，今天水跟我，今天你跳下去啥感觉啊？那水，第一秒我想的就是我一定要相信救生衣，第二秒我想的就是我要憋气，第三秒就想的是哎我浮起来了，第四秒是哎怎么又沉下去了。在那三四秒他想了这么多事情。你的想法还挺多。他脑袋里面想的自己是一个非常沉着冷静的人，首先我要相信救生衣，其次我不能动。我真的在想了，我站岸边那么远，至少20米吧，我都看到你扑腾浪花好大。张扬，其实今天主要我这一次有。